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套我们新上市的房产。这套房子坐落于深受大家喜爱也非常便利，位于城市中心的 Duggan 小区。房子是 attached 的前进双车库，有3+1个卧室，2.5个卫生间，并且有1800多尺三层 finish 的居住面积。进入到房子里边，首先是一个非常宽敞的 living room， 旁边就是 dining area。 进入到厨房里，我们看到有大量的橱柜来放置你厨房用品。后院朝南，阳光明媚。来到二楼，二楼总共有3个卧室。首先是一个 4-piece 的 bathroom， 主卧朝南，大量的自然光。主卧还有一个3-piece 的 ensuite。另外两个非常舒适的 bedroom， 干净整齐，可以做卧室，也可以做工作间。顺着楼梯往下，我们就进入到房间的 entertaining room。 在这里你可以享受音乐，享受体育，甚至自然的放松。在这一层还有一个第4个卧室以及半卫，洗衣机和干衣机也坐落在这里。没有完成的第4层有大量的储存空间，让你放置杂物。拾级而上，我们可以来到巨大的后院，后院有一个非常大的 patio， 在明媚的阳光下，你可以在这里烧烤 barbecue， 充分的享受自然安静的成熟社区生活。